米哈游，你堕落了，竟然可以跳。的一个隐藏成就，真正的自由意志。虽然但是啊，我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做，代价有点大，毕竟这个任务是不能重开的。除了这个彩蛋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两个卡妈的专属成就可以拿，不要错过了。第一个，自我暗示，使用我方角色卡夫卡对战卡夫卡并陷入支配状态。我们来到魔女宇宙五，最好是选择困扰命途，前面正常打就行，最后打 boss 的时候把除了卡妈之外的角色都下掉，然后进入战斗，被支配了之后就完成了。第二个，单场战斗中使用卡夫卡单次释放战技，触发四个不同持续伤害的效果，推荐用这个配对，卡妈加任意火系角色加桑博加卢卡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没有卢卡的话，也可以用速伤或者其他物理属性角色代替，然后给怪物挂上四个道德之后放完战技就可以获得成就了。